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白日见我不跪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接旨，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。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我的过往，何错之有？是若依姑娘吗？你与楚河自有交好，帮我劝劝她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。你也来了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三日期限已到，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。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啊？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带他走。是。再来。走。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萧瑟。